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多，亲像浮云飞浪，一条百米达高一淡淡，甲快快变换也唔多，用昆仑来走，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障，要注意看耶稣，就是最新的源头甲前卫，伊为着所安排伊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停留。忍受受的打坐在上的保座的大平，记得咱们来吟圣诗174首，圣诗第174。人若一人伫主耶稣，就成做基督人，无论人西无论如何，大家三平三亲，请起来吟圣诗。
四十四首美调，圣诗第四百四十四首美调。伫我救主阳光面前，大家聚集欢喜和平，祝你听堂极大无比。我要吟诗来感谢你，拿着何主就对伊叩头，大家尽情来听你讲。无论经过各项代志，常常短暂，安慰无期，请记得来感谢。
经过因得主所领受的恩典，持守因的信仰，到得主的国来。恳求主赏赐阮台湾，予阮有机会人人成做宣教的车师，将上帝听的信息传播伫大家落，予万百姓来归得主的救恩。感谢天父上帝这款恩典甲听台，阮欢迎现在台湾的处境，到处充满遮的食物的问题、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等等。我们将这一切的欠缺，或者该带到主的面前。愿需要主的修饰，在这执政者，互因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公义，用听来实施因的政策。恳求你施恩赐福每一个家庭，让我们充满主的平安和喜乐，和送向困苦无依外的，会当得到主的扶持和安慰。恳求你消除万人甲人中间的怨恨甲三对敌的心，予阮伫主内面会当成做和睦的大家庭，因为这是你所命定。但这条愿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予阮有属灵的眼光，领受上帝所出一切的教示，晓悟真理甲听道的法力，是欲显明你所有的。愿主接纳阮今日的敬拜甲祷告，愿上帝赐福赐福给你圣百姓，奉主耶稣救主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